Hello， 伊甸园的好朋友，大家假日午安。今天利用在我洛梨专区工作的机会，我们要再去追踪记录一下我们这一段时间，从十月份十一、十二，现在是十二月十号，我们中华民国111年的十二月十号星期天下午，然后在是十月吧，哈，十、十一、十二这几个月嫁接的洛梨的接税的后续。然后来看看哈，走。好，这个是我们那个时候嫁接的。那我记得第刚开始是那个95吧，屋子接税的啊前辈送的。然后现在来从这边看，这里这个已经从那个袋子里面透露出那一个接税的。成长，那因为要详细的记录啊，所以我这今天还是把它拆开，但是等一下拆开之后哈，如果是时间到了，我会接下来下一个动作啊。你看有叶子，所以要很小心。好，这个就是95洛梨，就是产生了哈，产生无籽的那一种母籽洛梨吧的一个接穗。好，那现在我将它做一个动作，就是这个纸袋我要上面开孔，然后还是一样维持在它旁边，好，所以这个接水挡风，然后要让它继续往上生长，否则你不开的时候它挡住的时候，有些时候风大了可能会折断了。好，那我就做这个动作，我先把它装回去之后再做，好，通常我会是这样做的。好，那这个接穗在接的时候的时间是十月份吗？未记了哈，那回去看影片了哈。就是我们领域里面的好朋友前辈有给建议，就是说可能十一月、十二月接成功率会更高。那以目前看起来的样子，应该是这样子没错了哈，这样子没错，就是十月份接的跟十一月的接穗，我发现哈，就是成功率到目前为止欧趴。但是这个最早接的详细的时间我回去再看一下，旁边这一个失败了，旁边这一个失败了。好啊，所以有一些在这个植栽领域已经是种植很久的前辈，他们的经验都是非常值得参考，而且他不藏私，所以还是一样，就是利用这个影片啊，跟这个领域里面好朋友的前辈，我记得是吴来发先生，对不对？就是他给的一个建议，我觉得相当的实用。好，那我现在做这个动作，来开。那我们从上面看。好，一样要让它继续遮着部分的，然后如果它植栽继续长，它就会往上长出来。好啊，然后还是稍微遮一下周围的那个遮风，好，遮风，这个就是我说的下一个阶段。那至于另外这一个，我们也是一样拆开。巨石呈现啊，这个是失败的。十月十二号了，好，你看就十月十二，那现在是十二月十号。两个月，所以你看这个失败了，原本应该快成功了。十二月十号这边有图，那个那现在怎么办？就是重新把它去掉，再接啊。然后你这个品种，如果你的话，接哪一个？我觉得这里是秋可德啦，因为秋可德它真的是相对第一个会较高，风味较好，再来耐那个什么炭疽病，所以。秋可德的植栽我会优先考虑了，秋可。好，那现在你看到，来这一个就失败了哈，失败。好，所以在这一种业余栽种的过程里面，很多时候我们是用实验，然后自己经历过的来体验。那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最棒的就是有已经在这个领域从事很久的，不管是专业的还是也是一样的业余的前辈，他愿意分享他经历过的，然后告诉我们
就会让我们少走很多的冤枉路。那相对的，有一些前辈或是专家，他不一定很愿意跟我们分享了哈，就是这个部分的差异啦。所以还是再次借着影片哈，就是非常的感谢啊前辈给的一些建议跟指导啊，因为这一些都是我们这一种，就是业余非专业哈，在体验农作的这一种业余的果农啦，好，非常棒的一个师傅啦，好，所以再次的感谢前辈吴来发先生。OK， 两个过了一个，好，然后嫁接的时间点在10月12号，今天是10月10号，在12月10号，哦，12月10号，在两天就满两个月了。那我现在就是开这个部分，啊，那这个部分就是观察，尽量调整到风的角度，不会去扫到。好，那等一下这一个我就重新再接，去段再接，去段现在马上接吗？还是这样？可以啊。好，来接吧，先去接水。这一个我先看这一个是什么好了，这个几号的？来猜这一个，啊，再来玩一玩。我先看这一个是什么了哈，就是看是要做什么品种的接。这两个过的是什么？95的五指落里的接穗，就是林玉的前辈送的。啊，那是 A 花啊。其实花型我还没看到，所以这个部分。那这个我记得也是活的啦，看到吗？后耳。B 花后耳，那没有，这一定是秋可的。刚好来，我们去找秋可的。这个失败的是秋可的。不是，我要接秋可的啊。哦，接后耳。接秋可的啊，这是后耳。啊，这个后耳是11月几号？11月2号。各位看到吗？这样可以吗？等一下，好，11月2号哦，安娜是10月12号。好，那这旁边有用了一个嫁接的塑料袋保护，那其实这个也可以开口，就是这个袋子也可以开口。那另外还做了一个动作，有没有看到旁边的那个枝条都被我怎么样了？修掉了，可以修了。这个就不要推。然后目前呢，我观察11月接的哈，除了后面还没去看，后面不知道是12月还是11月，前面的11月接的每一个都还是绿色，而且有些芽点都已经发了。啊，像这个是11月2号，你看发了这么高，这是后耳。我先去采秋可得的接穗，走。有些好朋友在频道里面跟我们索取秋可得的接穗，不过呢，因为我们秋可得的这个植栽非常的小颗，还很小，所以还不适合做分享哈，因为自己嫁接。今年三请背会太短吗？可以，那个侧枝边不要掉，可以剪到这边。又要那么长哦？那样子剪到这边，接着这个拿掉好了。不要那样。好，那就停。来，这芽点很漂亮，它为什么漂亮？因为队友取了很多次芽，所以其实有一点什么蔗红的概念。蔗红，等一下这个就不要了。哎，那个就不要。走，秋可得。失败了之后再往下再接，哪里？给个意见。好，这里，手走开哦。
样子，这一棵就有三个品种。其实有时候品种很多、哦，那个结出来果实跟原来的样态就不太一样。上次在小杨医师那边看到就是这样，厚儿跟那个丘可德一起，结果那厚儿本来种子很小的，那跟丘可德浇花之后，那长出来的果实种子变得很大。不过优点是结果率很高了，就是果实比较坐果率很高，比较会正常的发展了。那我还是一样做那个插皮接，想看一下这接穗，这红就碎了哈。第一个长切面，漂亮的长切面。第二个短切面，斜一点。OK， 就这样。好，长切、短切，然后刚刚扒开的这里，切下去。来，塞进去。如果你不确定它是不是都放到那个什么接触到形成层，你旁边这个还可以再稍微掰开一下。好，可以的话准备。我习惯都会切比较开一点。好，对。我的贴布是之后直接切开，我不会再把它拉掉。你看挺有意思，后续做的都这样子，直接上贴布。为什么贴布很紧？那刚开始担心说的，你过了之后，你贴布如果要拿掉，那贴布其实不用拿掉，你只要把它划两刀，重切两刀三刀，你的自动继续长，然后贴布已经断掉了嘛，挺有意思吗？啊，伊就家己撑开了，嘿，伊就家己撑开了，唔免个嘿。好啊，这个部分是跟职场上的前辈了，学长，他给的意见还不错。啊，不然我都会在中间再一个什么石蜡膜。到后来发现，其实不用。好，这样的一个紧度哈，已经就好了。那、接下来上石蜡膜。来，石蜡膜啊！今天的天气还不错、啊，风大了一点，阳光。然后石蜡膜，你看包过了切面，继续往上拉，把这些芽点包过一次。其实最重要是它上面的这个接穗的切面，但是因为这个接穗在之前已经怎么样愈合了，所以这个。基本上不太需要那个。好，再来做什么动作？斜上。品种跟时间，今天的时间，12月10号。黑花丘可德，好，那这个纸袋重复再利用，这已经就挪完了哈。那这里这个我反而就不推掉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希望维持这一个整个的那个枝条是在存活的状态，所以不推掉，不推掉。
等到一两个月过了之后再来处理。啊，目前这个纸袋最主要目的防晒遮阳。好，失败再接就这样。所以来，这一颗洛梨三个主要的枝干，一个是95，一个是 Hore。那十月的嫁接的95顺利的萌芽，那十一月嫁接的 Hore 也是顺利的萌芽。那目前失败的这一个十月的嫁接95的，我们就重新改接丘可德 B 花的 Hore。A 花的丘可德，这应该是 A 花的95，但是到时候花型要等未来它如果开花之后再来做确认。好，那今天的记录就到这样啊，就是最主要看到它长了之后，给它开一个啊，开个让它继续往上。好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